乔安，你说你为什么回来跟我们抢饭吃啊？你之前都出国了，不是找到了？都是谣言，就算是真的，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，飞上枝头做凤凰有什么不好的呀？算什么好事儿？凤凰也是鸡，也要啄米的。 开车子不啦？哎，侬哪能一记头刹车了？侬晓得这个车子啥价钿啊？赔得起不啦？哎呀，那现在搿种女司机啊，我死不拿，快啥么子跑了？你干嘛呀？你别在这指指点点的。我的车停在这，你都能追尾，还一口一个女司机。大爷，您这车也太感人了吧？还有，你这车也就300多万吧？前杠受损不算严重，大概15万。我这车维修起来10000左右，怎么赔？ 你跟车主商量一下吧。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就走。姐姐，Olivia， 好久不见呀，姐姐。姐姐现在可是一个大忙人啊，妈咪提醒了你的时候，可是很骄傲的。这次妈咪也一起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明天一起吃饭好了。 去嘛去嘛，就去家里吃啊。我们没有微差吧？我扫你啊，你都好久没来我们家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。你们家？嗯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也是family 啊。对了，车的事你不用担心，都是安口里的错。等一下我会把维修费用转给你。 没事儿，明天不见不散哦。于世人，家是温暖的羁绊和信念；于乔安，家是难以为情的酸楚和困窘。毫无血缘的姐妹，无可选择的生母，无时无刻不在刺痛她心底里面最柔软的部分，让她像一个刺猬一样。 把自己包裹起来，以此次的对抗或逃避。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你干嘛还回来呢？你看看你这张脸，赶紧去洗干净吧。晚上你叔叔有朋友要来，你别给我丢脸。是别提我爸爸的脸，这里是我爸爸家，这已经不是你爸爸的家了，这房子被拍卖了。 是你军叔叔把他买了下来，如果没有你军叔叔，我们俩早就无家可归了。我宁愿没地方住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是你爸爸不要我们了，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别人的错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记恨我，可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懂吗？ 明年你就18岁了，我会把你该得的那部分给你，我们俩谁也不欠谁了。对了，车的事你不用担心，都是安口里的错。等一下我会把维修费用转给你。